咁咧，隔離咧就啱啱表演完的 Rita 喎，心情如何啊？好緊張，完全係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嘢嘅。原來會係，就算係有稿喺手咧，都唔會預計自己會講乜嘢啦。尤其是突發事件嗰部分啦，我覺得我仲有進步嘅空間咯。有冇俾嗰啲示威嘅人嚇親你啊？都 OK， 不過嗰刻真係度諗究竟自己要點樣控制個場面咯。應該控制得，可以有進步的空間。個個都有進步空間嘅。咁你今日俾自己幾多分啊？我諗啊，六七分到啫，十分滿分，十分滿分嘅。唔係一百分滿分，得六七分嘅。十分滿分有六七分咯。講分分鐘嘅節。咁希望你成功啦，你。大家一齊努力咯。你盡咗努力㗎啦 ，OK 啦。OK， 多謝曬。個抱仔歡騰嘅日子。